OK， 唔該曬。行政主導之下，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，行政立法的關係，我覺得是應該可以去推向一個新的台階的。行政主導裏面除了主導，我覺得還有一個叫主動的元素的。咁亦都係基於此咧，我向主席係提出有呢個前廳交流會，主動性咁希望建立一個常設嘅機制。今次係喺我哋新起點裏邊嘅第一步嘅啫。點樣由一變到十，由十變到一百，由一百變到無限，令到我哋喺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，行政立法嘅關係可以為市民去真真正正去做到一些實事，令到市民受惠，這個就是我的願景。我看到議員都是有碗數碗有碟數碟，是直接地去講出意見，也都是直接跟特首和司長是他們是交流的。在特首在上個星期提出這個前廳交流會，而在一個星期內就已經是實行了這個呢，是做這個交流呢是十分之有效率，同埋我覺得成果是好的。這個是一個好的行政立法的新常態。